1949年的10月20号到台湾，从高雄到台北，到台北到了火车站，那是举目无亲。那我那时候一看，到了，一看高雄太挤，要活下去，逃犯都没地方逃，所以就上个火车，说到北部去吧，啊。因为已经有逃难的经验了，说到了台北，到了车站，那时候车站也都是难民，警察也打也赶，警察，难民就赶了以后，他们就逃，那我小孩睡得死，警察就一看这个小孩，就用脚踢我，踢到我的伤口，那时候。后来有一个警察一看呀，这个小朋友真是可怜，也就组织另外一个警察不要踢他了，这个小孩慢慢叫他离开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没东西吃。我就到那时候台北火车站西南角有一个大的垃圾场，我就到那里早晨拿着个棍子给那个狗抢东西吃。打扫那个工人看我很可怜，他是算是铁路局的员工嘛，他中午他就多弄一碗饭给我。后来铁路局招考童工，当着两三个月的小贩，这个卖那个便当，洋货。后来就是在车站碰到我的小学校长，就是碰到小学校长，然后接着我就等，就想办法考建筑了。考建筑以后就改变生活方式，我就到了复兴港去当小兵去了，就当校长。